着いちゃうまでも預かれないなんて。方向里の野田組じゃないか。恥ずかしくないか。はい。中坂か。大水ちゃんか。きっと逃げれない。すでに命令を出した。町を封鎖した。検査を重ねた。そうだもう。意味ないだ。野田君、放火の方法ないか。指示してください。君は優秀な軍人だ。現地でよく考えなさい。はい。これは彼の資料だ。よく見て。はい。小马，阿拉在这里啊，过来过来。戴主任，你怎么制服我呀？阿拉这次化妆啊，免得被人认出来。头画得像叫花子一样，身上穿着官员的制服，顾得了脑袋，顾不了屁股，回头率更高。哎，阿拉是太紧张，百密一疏，百密一疏啊！哎，刚才那对神秘的男女是什么人？我估计是重庆方面潜伏在苏城的人，也来圣火打劫。重庆方面的人，那早说啊，咱们就不用逃了。为啥？咱们就是要投奔重庆的。实话告诉侬啊，李世林跟阿拉早就跟重庆方面有联系，共同对付共党新四军。阿拉可是为重庆方面立了大功的。小马，咱们明天就去重庆，今晚先找个地方藏起来。要不先去我爹那儿，那僻静。好，走。罗大哥，哪里个瓦嘎的哥？久坂哥，大水厂は家族第一だ。そして妻との感情が深い。スリガンで金をパクった。ですので一人で逃げないはずだ。きっと家族を連れて行くと思う。よし、なんか勘がある。家で待ち伏せ、奴を待つのだ。覚えろ、李世宁と部下の条件は良くないのだ。南京の汪精衛と我らの英雄に良くない。この件を内緒にやりなさい。バレるなよ。はい。就这。あ。谁呀？爹，是我，我回来看你了。我没你这个汉奸儿子，爹，给我滚！我没你这个汉奸儿子，老婆息怒，老婆息怒，都给我滚！不，妈，都给我滚！爹，进屋说，进屋说。哎，他娘的，到嘴的鸭子都能飞了啊！擦一擦。英杰，你不该擅自行动，这么蛮干太危险了。哎呀，不就是一个汉奸吗？这都不是事儿。关书记一再叮嘱，苏北的抗战形势啊，极其的严峻复杂。日寇汪伪和国民党顽固派都想消灭咱们新四军，而且汪伪高层一直和重庆的国民党顽固派暗中勾结，在江南联手反共。如果我们这次能抓住戴随昌这个活情报，拿住国民党顽固派和汪伪汉奸勾结的把柄，公开披露，那我们一定会赢得政治上的主动。哎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都背过了，一个字都不少。哎，老赵，这什么是国民党顽固派啊？就是国民党内部坚持反共的顽固分子，他们对国共联合抗日的局面非常不满，想借抗战之名消灭我们，比如制造皖南事变。又比如苏北的韩德勤，这几年没少消停跟新四军制造摩擦。老朱，哎，赶紧联系叶颖，查清戴随昌的下落，准备动手。好的。you
伤害你们。我不知道，他一早出去就没回来。我们是军人，我们在执行任务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不想伤害你。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个鸡巴，哎！你们要干什么呀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你要干嘛？伊藤，你拿给我。不要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，我求求你放过我们。当然可以，只要你按照我们吩咐的去做。好，我做，我做，我做。这里的给，哎哎，走了。妈妈，孩子！太君，饶命啊！太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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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福海。哎，我就是高福海。走。不敢不敢，走。戴罪城是你的姑父，是我的姑父。哦，戴罪城和李世宁已经完蛋了，你呢？愿意跟他们去死，还是愿意跟皇军合作？太君，我当然愿意跟皇军合作了，为皇军效劳。枪，太君，饶命啊！还给你。如果你跟我合作，帮我立下这次大功，我会保举你做警备司令部的前机队长。谢谢太君提携，谢谢太君。什么猪吃狗食的，不吃了。小马，趁天黑啊，咱们赶紧去接太太和少爷。啥？不行，太危险。鬼子现在盯住他们了，咱们去吃自投罗网。那不一定啊，鬼子要杀的是阿拉，关他们什么事？戴主任，鬼子现在盯我们盯得特别紧，你必须想办法逃出城去，顾不了太太和少爷了。那不行，接不回来，阿拉也得回去看一眼，以后说不定就见不到他们母子两个了。不行，你现在去吃白白送死。我不去，阿拉自己去。拉肚子，侬看这么安静，小鬼子啊肯定没有来过。我咋觉得不对劲儿啊？太安静了。戴主任，你先别急，我进去看看，耽误不了多长时间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啰嗦，走。姑父，姑父，福海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啊，家里平安吗？平安。太太呀，看你那么晚没回来，有点担心。怎么，阿拉的事情你们不晓得？什么事儿？哦，这么说
小鬼子没有来过咱们家。鬼子？没有啊。传来紧急情报，戴学长不顾危险回家去了。什么？这个时候他还让我回家？周书记，周书记，德公馆那边打起来了，枪声好密啊！快，抄家伙，跟我走。是。快。哎，王莹，你留在这儿，不准擅自行动。王莹，你们科长
正在保护你的。
老周带人把鬼子引开。好，好，快走。鸭子又飞了，我们是被鬼子打散了。纱布，谢谢。再回去找人，已经不见了。外面鬼子搜查了井，他们也不会乱跑。八成是去小马家了。小马是谁？戴遂昌那个警卫员。走，跟我抓鸭子去。走，走。小马，小马，阿拉一直以为你忠心耿耿，没想到侬是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侬当阿拉糊涂啊，看不出来侬和那些共党有勾结。阿拉现在就可以一枪毙了侬。可是念在侬救过阿拉的命，今天就放你一马。小马，小马，
老伯，跟你儿子一起回来的那个人呢？他走了。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把戴遂昌交给老子，我今天就放过你。做梦！我知道他去哪儿了，去哪儿了？叫乌鸦，乌鸦，乌鸦是谁？重庆，重庆方面的秘密特派员戴遂昌和他暗中勾结，给自己留后路。医生，我有病。我有药，你想吃多少？你开多少，我吃多少。这年头，大家都有病。戴遂昌，如果跑路去重庆，他没有别的路子，只能去找乌鸦。你对乌鸦的情况还了解多少？为了安全起见，乌鸦和戴遂昌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一直都是我在联系。乌鸦的真名叫范谦。确定小马甲就在附近吗？是的，太君，不过我就来过一次，所以记不太清楚了。放开！戴遂昌一定在小马家里面，给我赶紧找。哎，太君，好像就是那条巷子啊。有路，走吧，太君。老赵。
太君，小马死了。萨克斯，告诉我，戴遂昌在哪里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个老不死的，你敢顶撞我们太君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？哼！呸！这深更半夜的，哪儿来的狗叫？你只要你告诉我，戴遂昌在哪里？我军大大的忧伤。忧伤？带你们去。儿子，好儿子，老爸错怪你了，老爸给你赔不是了。你放心走吧。老爸不会给你丢脸的。小马提供的情报，汉奸戴遂昌企图通过国民党驻苏城秘密特派员范建逃往重庆。我地下武工队决定铤而走险，务必截获他。小黄，来杯咖啡。好的。My darling, my honey。
由于小马同志的牺牲，我们失去了对戴遂昌的控制，所以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如果这一次再让戴遂昌逃掉，我们将前功尽弃，以后很难找到他了。赵叔，你要的药粉我已经搞到了。大夫说过，这药服用一分钟后就会昏迷，服用后能保持好几个小时呢。这是一部偷梁换柱的险招，所以大家小心。惊动了周围的鬼子，我们不仅抓不到戴遂昌，还可能全军覆没。老赵，我都知道，保证手到擒来。你们做好准备。哦，对了，关书记指示，抓获了戴遂昌，立刻就近送到湖山根据地去。我已经安排了队伍，在潘家浜接应我们。大家小心，等待老周的消息，准备行动。如果老周耽误了时间，戴遂昌先到医院见乌鸦，咱就来不及了。
走过漫长的夜，等待着最后的黎明，天山雷鸣，画面触目惊心。暴风骤雨来的扑朔迷离，谁知道风风雨雨纷纷扰扰打破了一切，谁知道多少暗流多少危机悄悄在上演，人又来来去去多少身影笑一种耀眼，破晓的黑夜又为光变变，谁知道风雨巨变多么凛冽惊醒了一切，谁知道多少英雄多少世纪轮番在上演，别问胸口之上洒满热血那是我记天。